这个太傻了。啊，咱们什么任务来着？我忘了。你要跟先跟大妈对视，你要先跟人对视。我跟你说，你要先跟人对视。算了，吓到大妈了。哎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踢麦。发现真的，每次到你这儿你都垮。Sorry, I'm gonna do it again. I'm gonna do it again. Ah, shit.I failed. Sorry, it's a game. Thank you. Thank you. Thanks. 我觉得我今天遭受了无数个白眼。你能不能别这个样？我哎，我真的让我想一下啊！我把心里的历程给你说一下。你看我呀？我看你呢。啥垃圾的？什么东西？踢毽子的男性，一般小姑娘会摸不开这个面子就给你踢这个毽子、小孩的话也会反应不过来。对，男性就是青少年的就男孩会喜欢这个，就是那边俩小哥他要不踢的话肯定会踢这个东西。然后大家、就是穿运动装的阿姨们会踢毽子，因为他们可能业余活动就是玩这个。我这是一个，然后两只。两只老虎，两只。出剪子一般都会出布的，下意识会出布，因为我喊的是布，你懂吗？我喊石头剪刀布，下意识他们反过来就会出布。两出剪子是布，两只老虎。带这样啊，我们青岛话石头剪子布不叫青岛石头剪布，叫带鸡蛋。带石头剪刀，石头剪刀布。谢谢。两只老虎跑得快。两只老虎，来快唱一个呀。好谢谢。谢谢。两只多大了？会说话了吗，宝贝儿？两只老虎，两太炸了，哥！你这么说的，我都愣了，好像。两只老虎，两只老虎，送你一张小卡片，这是给你未来女朋友的，好吗？谢谢。拿着。谢谢。被拒绝了。好吧，那就这样吧。对。这是我这一年受过的最多的白眼。如果你能感同我的心声，即使你不接受我的所有，像被爱的我，束缚了枷锁，最初的感动。这样，因为我刚偷偷问了一下，他说他比咱们做的多。我刚才好像说要吃鸡毛掸子来着，他都给塞进来，就说扔了。我相信他们完不成。我们这段的自信心真的是爆棚，完成任务比较快的，完全没有必要先去急着做。毫不夸张的说，两分钟之内完成任务。什么叫游戏王？我这样问一下子，可以。三二，来，三二一。
BC 二幺一定会火。稍微说，你帮他看一下后边。看下车，我没发呀。看车啊，看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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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甜吗？甜吗？草莓不甜，心里甜。你的心里甜还是我甜？你让我的心里甜。好。